听说有新的合同可以承接。各位先生女士，快来我们新开幕的服饰店选购最合适的服装吧。
如果你能完成这个任务，我想你的未来一定一片光明。如果你失败了，你的未来就等着被我取代。恐龙需要照顾，人也需要照顾。如果我们要轻松的营运，两者就同样重要。你能注意到这点是好事，继续保持吧。我是兰伯特，我有个新任务，感觉你的能力很适合。你先稍微了解一下，然后告诉我你是否有兴趣。欢迎加入我们的行列。如你所想，各项设施里的动物们不断在刺探我们安保系统的弱点。这些动物比其他人料想的更聪明和狡猾，但我们不会低估他们的能力。这就是为何我时时都在测试与评估我们的安保规章和屏障，同时也是找你加入的原因。兰伯特这个人值得我的赞赏，他是真的把这些动物同时视为机会与危险。我要你从化石里抽取 DNA， 量要足够孵化一只恐龙才行。这是任务的第一阶段，开始吧。好，接下来你要在哈蒙德创新实验室孵出这只恐龙，然后把它放进围栏里安置好，同时还要确保这座岛上有资产控制小队在监控。正在前往喂食处，没问题。
又一个合同，看看无妨吧。好，下一步听起来可能有点疯狂。坦白说，确实有点疯狂。我们会鼓动其中一只恐龙去破坏我们的防护网，然后我们就会采取应变措施来判断保安程序人员是否足以迎接这项挑战。好吧，那现在我想收回刚刚给这个人的一切评价来。
要控制乱跑的恐龙，首先该联络的就是资产控制小队。明白了。很好，现在有恐龙行动了，是时候围捕它了。我们不采取致命手段，但是别忘了，那只恐龙并不知道这只是演习，所以当心了。虽然我明白我们需要尽可能维持保安强度，但是这实在不是我会做的方式。博士，看来您对我们如何确保您的人身安全有疑问，我很乐意跟您谈谈，但不是现在，我们正忙得不可开交呢。需要召集境外运输队伍，将这只恐龙安全地送回围栏。回应维修申请。前往回收桶。
了解。这次任务就完成了，一点问题也没有。听着，情况是这样的，我们还在摸索我们究竟有多少能耐控制住这些动物，谁知道他们是不是正想办法钻我们的漏洞呢？我猜之后我们就知道先试出我们能力极限的会是人还是恐龙了。随时保持警戒。那一向是侏罗纪产业设施面临的挑战，利用价值与安全性的矛盾，恐龙充满庞大的潜力，不论是利益还是暴力。工作收到。我很期待完成这个合同所带来的各种发展，这全都要归功于你。这或许不是最简单的合同，但我觉得一定值得做。
正在接收恐龙。我想让你知道我有多么感激你为科学部门做的一切，我想我的意思已经传达到了。不管其他人怎么说，我们事成事败都取决于科学，当然有时是成败各半，但在马坦塞罗岛你帮助我们有了亮眼的表现，自己也出尽风头，值得奖励。卫食处补充申请已收到。
下次又有合同上门时，我就知道该先找谁了。科学部门一直在寻找提升盈余的方法。
我们已扩大了岛屿上酒店的空间。这里有个新合同，我第一个就想到要找你。
在这份合同上的表现非常好。你的盈亏结算线看起来就和我的一样漂亮。我是开玩笑的，因为我的永远都更胜一筹。就算是满满一盘食物，也总是能再装一点的，对吧？所以何不看一看这份新合同呢？没错没错，第一个错误通常是最早的，而时间 DNA 则是这一切的开始。这可能只是我说说，也有可能是警告，你自己判断吧。
你的福，科学部门又取得了一次胜利。你孵化了一头三角龙，三角龙现在很可爱，但一周后就不是这样。